好，那我开始喽。那稽核网路福伦社第206次例会视讯会议开始。好，那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来宾。好，那我就直接介绍了哈。那欢迎我们的准社友 Pent。Pent 你好。大家好。欢迎 Pent。欢迎。然后再来欢迎我们 Kevin 的朋友叫黄怡。你叫他奕纯或者叫他 Johnson。哦 ，Johnson，OK，、okay, 好，欢迎。他有写文字讯息啊。哦，哎，大家好，我是纯。奕纯，欢迎。哎，你好，大家好。OK， 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好，到这边。那我们也没有有色社友，那请社友我们 IOU， 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福伦歌唱。感谢大家，用真情感谢你将阮栽培，爱珍惜每一个付出的机会，一生难得有缘来做伙。It's our lottery， 将人才拢伫这，为着理想换出新的生命。It's our lottery。山的困难拢不怕 ，Roll on, roll on, we walk with hope and love。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大地。用真情感谢你将阮栽培，爱珍惜每一个付出的机会，一生难得有缘来做伙。It's our lottery， 千里人才拢伫这，为着理想换出新的生命。Our lottery， 山的困难拢不怕。Oh, our lottery， we walk with hope and love。It's our lottery， 山的人才拢伫这。换出新的生命。It's our lottery， 山的困难拢不怕。Roll on, lottery， we walk with hope and love。好 ，OK， 那大家好哈。因为今天本来应该是实体例会，然后我本来有要去邀请木星社的 Brenda 帮我们找讲师，可是因为呢，今天因为新冠病毒的问题，所以我们改为线上的例会。然后呢，今天因为没有准备什么，所以我就准备了两个主题哈，就是一个就是当然就介绍我自己了哈，因为有些社友
可能对我还不是很熟悉，所以呢，我就今天稍微讲古一下。那第二个呢，我有请 Ryan 准备了一下，就是我们舍友上面应该要缴的费用啊。那我相信很多舍友有一些疑问说，那我们到底一位我们到底要缴多少费用啊？然后因为每次账单部分有些疑虑，那我也趁这次我们实体例会的时候，我把这个部分跟每个舍友们稍微讲一下。好，那到时候如果会后有一些什么疑问的话，也欢迎各位可以提出来，我们再讨论。好，那还有第二个，因为我收音可能比较不好，因为我还在工地施工啊，现在我还在接线测 LED， 所以边工作边开例会。好，谢谢。OK， 秘书报告。那我们 Doctor 在吗？ Doctor 不在，那我们可以请那个 Clark， 你可以今天可以帮忙一下吗？喂 ，Clark， 可可没听到，还是 Niwi？ 你以为你方便吗？要不要试一下？也没有，也没那些的，还是 AD。嗯。因为那我们上次那个什么，那个上次那个在报的时候啊，上次那个什么设的时候 ，Michael 去的那一次特别讲说，我们就是每次要让每一个要做到的 Terry 的特性，要让每一个都没讲过、没报过的，尽量可以让他们讲。这样子哈，那我可以请 Charles 吗？那 Charles 你可以帮忙去。哎 ，Charles 在今天有来。哎呦，漂亮！有。OK， 哎 ，Charles 好像有报过啊。哦。喂，哎，有听到，嘿，现在有听到吗？有听到，有，那今天就麻烦你了，好，谢谢。好的，秘书报告，双溪社第29周年社庆晚会，日期在3月8号周日的下午5点，地点在王朝大酒店5楼。那目前报名出席的社友有 P. Robert， 然后 S. Doctor， P. Kevin， Sean， 还有 Morris， P. P. Billy。那是宣，地区第四次执行秘书会议，时间在3月9号周一下午的2点半到5点，地点在张荣发基金会，出席人员有 Ryan。 地区第四次社会秘书联席会，时间在3月10号周二下午2点半到5点，地点在花园大酒店中华路二段一号，出席人员有 P. Robert 和 S. Doctor。 秘书报告，三月份的理事会日期在3月18号周三晚上的9点到10点10分，地点是我们的视讯会议室。社长当选人的训练研习会，时间在3月21到22周六周日这两个时段，那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半，地点在88乐章婚宴会馆，地址是内湖区明善街88号5楼，出席人员是 P.E. Kevin 加宝卷。分区联合社区服务活动反毒圆游会，主办社是我们周美社母社，然后时间是3月28号周六的早上8点半到5点半，地点在太平国小，地址是延平北路二段239号。那3月3号校方会确认是否因为这次的疫情取消这个活动，请大家保持密切注意。地区的年会4月11号延期，延到6月20号的周六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地点是圆山大饭店，地址是台北市中山北路四段一号。当然费用的话是每位的社友1200，已经预先缴交。那
本社已变更为移动例会，所以敬请全体社友出席。银杏的种子生涯讲座，日期是5月8号周五，下午2点到3点40，地点在二重国中。预计安排2到3位的讲师，请社员向 David 报名或介绍人选。当天欢迎社员1点40到场地领导，请大家踊跃参加。本社第5周年社庆活动，日期在5月9号周六，中午12点开始到2点半，地点在捷运的北投会馆活动中心，地址在北投区大业路527号。当天敬请社友们11点到场，协助布置场地，也请踊跃参加。秘书报告结束。好，谢谢我们邱老师。谢谢。谢谢，是我们喜庆时间228 PPP 里，我们大家祝他生日快乐。谢谢，谢谢，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好，请社友们继续 IOU， 谢谢。我比你的最后一天真好，每次都可以生日快乐。没有他没有29号生啊，幸好没有4年吃一次蛋糕。对啊，我有放假，每天都放假。好，那接下来就是今天我们的分享日哈。那就等一下，我跟各位室友们讲古一下。这是我请那个 Ryan 帮我们准备的舍友的音角设备明细。那因为有些舍友有私底下跟我反映说，我入社之后有些费用收到账单之后不是这么的了解。那我想说趁这次的机会，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好，那我们原则上我们每个月的固定月费，各位比较知道，就是经常费我们是1000块，然后服务费是500块，所以每个社友都知道说我们每个月的固定月费就是1500块钱左右。那经常费的部分，1000块钱就是包含我们一年度所有的办事费用，还有扶轮的行政费用，包括其他支出的相关费用这样子。那服务费呢，就是我们每个月有一些固定的分摊的捐款，所以我们固定月费总共是1500块。OK，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重大庆典还有联合例会。所谓的统一办理，因为有的社友问我说，他们有时候收到说红箱办理几个单位。那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在联合例会的时候，那我们每个社上面或主办社就会问我们说，那是不是所谓的统一办理？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社上统一去做所谓的捐款。所以各位在应该是上个月的部分，就会收到一个叫做统一办理的捐款，因为我们上个月中美社有主办联合例会，
啊，所以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联合例会的费用哦、啊，然后再来就是每周例会的一般捐款，那就是各位社友们的 IOU 哦、啊，这部分也会列在各位社友的明细账单里面哦、啊，那再来就是新社友每一次就是新入社的时候哦、啊，他会有一个10,000块钱的扶轮认同金，那这个就是就缴一次，那如果说有社友请假或者是转社或者是其他从其他社过来，他本身就是扶轮人，那我们就不会再去跟您收扶轮认同金这个部分。好，那我们也不希望说社友们进来之后呢就退社，因为毕竟这10,000块钱大家也缴了。好，那我也是希望说哎，这是社上面的一些服务的计划的费用。好，那也希望说各位可以大家一起努力。好，那再就是新入社员当日的红箱会有一个捐款的500元，然后这也是所谓的一次。好，那再就是所谓的职务捐，那这职务捐部分来讲，就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个费用的产生，那包括当届的社长哦，就是15,000，那下届的 PE 就是7,500，那下届 PE 在下一届理所当然，他就是所谓的社长的嘛，哈、哦，然后 IPP 呢，就像我下一届我就是 IPP。好，就是我已经卸任之后就所谓的 IPP， 好，然后呢再就是5,000，那 PN 呢就是下届，好，就是 Doctor， 那就是4,000，那再是当届的秘书跟财务各4,000，好，按、啊、每个理事嘛就是2,500，那主委是1,000这样子，好，好，那社友们应该比较会有一个 question， 就是说我们每一年会有一个所谓的分担金的费用、哦、那这个部分因为社友可能在入社时候我们可能那时候没有很详细的告知你或者是没有、先跟你讲好、欸、社长、欸、是打个岔抱歉一下、欸、你说你那个每一页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问一下说那个有没有人有问题，那就是你讲完好好，那我先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好、啊、好、啊、那我们先到、欸、我们先问一下好了、欸、OK 啊、嗯，Hello， 刘赖，喂。嘿、hey ，请说。Hello， 嗨嗨。那应该是 Yudi 接近了，又离线了，他又接近了，又跳线了。OK OK， 那有舍友有舍友们。对于我们这些所谓的统一捐款办理，还有这个扶轮认同金，还有设备部分，有没有什么疑虑，还是说需要我们大家来讨论的部分？欢迎各位室友先，是不是可以提出来一下？哎呀，比较不了解的部分。我没有。如果没有，好，没关系。如果后面还有什么疑问的话，要私赖我也 OK 啦、哦、就是比较不方便的话，那我们就下一个。好，那就是这个部分、哦、就是可能是我们比较不太了解的、哦、就是我们每一年会有所谓的每个社有一年的分摊金的部分。好、哦，那第一个就是 RI 的会费。好，我的会费一年就是美金65块钱，好，它是分上半年度跟下半年度这样子，好，所以一年是缴两次。那再来就是地区办事处的分担金，好，是990元，这个其实是每个社友们，应该是我们每个地区的社友们去同联合去分担这个办事处的分担金。那这个分担金呢，会在每一年的所谓的年会，好，就是去投票，你去投票表决说我们下一年度的分担金的费用是多少。那每一年大概基本上的支出都没有太大的改变，那顶多就是会有下一年度可能它会有一个增减，好，可能会增加或者是减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今年的办事处分担金就比较少一点，就是990。好，另外一个就是还有35岁以下的495，所以在35岁以下的室友们的账单，
它就会出现495块。那这个分担金呢，通常我们都会在都会在12月好、哦、跟下一年度的7月之前、哦、我记得应该是我们会把它缴完、哦、然后在地区配合款的分担金，这也就是所谓的1000块钱，是每个人要去做配合款的分担金的部分、哦、然后在地区年会的分担金，就是我们6月份要举办的年会，好、哦，那这个部分因为大家也是缴了这1200块，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每个社友们可以去参加我们自己地区的年会，哦，在圆山大饭店6月份的时候。所以刚才 Ryan 有提到说我们已经有预缴了这个费用，那因为没有去其实也不能退款，好，然后其实他也办得蛮热闹的，好，那我也希望说每个社友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好，那一样35岁以下的社友们是缴600，好，那再是订阅电子版的福伦月刊，那这个是我们今年的规定了、啊，好，因为今年我们被地区发案说我们都没有订福伦月刊，所以我们在上个月的理事会有通过，我们就去缴纳这个的费用。好，那费用是我们社友一年好去分担，就是700块钱。好，这是每个社友会去缴的费用的部分，而且这是地区的来函，这样子。好，那这个部分有没有社友想要提出疑问，或者是比较不是很清楚的部分？没有 ，OK。OK， 没有哈，没有，那我们就下一个喽。OK。OK， 好，那到这里为止的话，这是我们，所以我们基本上我在做。我们每个年度的预算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每个年度一个月社友们大概应缴的平均费用，我有算过大概就是2300多，好，不含各位社友的 IOU， 那每个社友会有增有减，好，那有的社友可能就是没有去在当月去做分担的支出，那如果说以我们一年每个月的平均分担，好，所以我们社友们一个月的平均分担大概就是所谓的2300多，好，那如果 IOU 可能都在2500多，所以其实是我们一年每个月缴的设备其实不是很多，那扣掉可能植物捐，好，植物捐就是有担当一些植物的部分，好，还有就是社长自己个人或者是活动主办的一些捐款的部分，或者是社友们的指定捐款，好，或者是拍卖。这个费用不列入之外，大部分的室友都在2300多块左右了，那正负误差大概就200-300块钱这样子、哦、好，那室友们对于这个费用有没有还想要了解其他的部分？我请室友们可以有问题提出来，没有问题。请问社长，你刚才说2300多的时候，那个终身认同金那10000块有把它平分下去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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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对，没有，嘿，没有，好。所以2300多，我大概跟各位报告一下了，我那时候在做今年的预算，所以我当初就是抓14个人。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说社友们要增加？如果以我们社的平均来讲，好，我们社平均来讲，执秘的薪水加我们今年像我们今年办的这些活动的费用，如果我们要打平，好，那当然后来因为我们有一些福伦认同金的一些费用的部分嘛，那当然因为所有的费用支出一定是经过理事会还有各位室友们的同意，我们才会去做支出嘛，好，所以我以我们今年度整年度的预算来讲。假设我们现在是24个人，所以我们基本上呢，其实没有打平。好，如果说我们要完全可以像今年的活动费用完全打平，然后不由其他人做捐款的话，大致上28到30个人，我们应该连执秘的费用就可以全部做平衡。所以我今年为什么会想办法把它抓到28到30位，就是。我们的财务收支就是 balance 的这样子，好，跟各位室友大概报告一下。
所以我当初就是抓一个人2300块的预算，好、哦、的平常费用，去做一些筛，去做一些预算的调配，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吗？还是比较不是很清楚的部分。好，那我问一下哈 ，Pent， 哎，有用，是这样，您了解吗？因为你还不是摄影、哦，有，我了解，我的，对、啊，这样还好吧，对不对？就是我们这样子的费用，其实有比较了解的吗？算很亲民，对、啊，哦 ，OK， 好了，我想说还是有义务要跟。就是每个室友稍微再讲一下，包括将来你有介绍朋友或者是入社之后，这个其实我们社应该要做的啦，所以我可能会请执秘再把这个费用做一张列表，那等社友们进来之后，好、哦、发给新社友们，或者是我再把它做张表发在我们的小群上面，好、哦、让各位可以在上面做个备查这样子，那账单出账单的时候。也稍微可以去了解一下它的名目跟项目啦，哎，好的，好 ，OK， 那室友们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吗？没有，好，没有，那我就开始讲股了，好，就开始讲股了哈，OK， 好，因为今天也说实在比较临时啦，所以我今天早上。也想，我其实今天早上我也问 Brenda 了，我说，那你们木星，我能不能请你稍微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职业，就是木星的 Brenda，、啊、因为他们今天有例会，然后也太临时了啦，所以后来我想想，好，那我就是请 Brenda 在我们下个月的例会时候再安排，就上次我 po 给大家看的那个讲师，好，那如果说各位有什么样想要听的题材，可以提早跟我说。那我可以请那个木星那个 Brenda 帮我们安排，那基本上我有请他安排到这个到六月的讲师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实体例会，在网络例会，我还是会请讲师们上线，好、嗯哦，所以在我们每个月底的这个实体例会来讲，好、哦，我会请讲师大概在3、4、5、6，好、哦，4个月来安排讲师给各位稍微，就是有个薪资，好、哦。那所以我今天就想说，好，那我就大概有些室友还不是很认识我啦，好，大概当然 Kevin 我们蛮熟的嘛，那我大概就跟各位介绍一下我自己啦，好，想说今天刚好有点时间，那我好，那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就是其实我应该算年纪蛮大了，属牛啦，好，那今年属牛，所以明年就是我的本命年。就是民国62年生嘛，就1973，好，六月生，好，那大概是这样子啊，就是基本上哈，我的求学大概就是也没有很顺利啦，好，那就是高职毕业之后，因为我念的是淡商嘛，好，那时候淡水线还没有淡水捷运，所以呢，我是在第二年，就是在我们那个淡水商工，我第二年考上的，所以我是。淡商应该是算第二届还是第三届，好，那时候我们就每天坐交通车从板桥到淡水念书嘛，好，那时候淡水捷运还没通，那时候淡水线的火车刚好前一年停掉了，所以我就没有坐到淡水线的火车，好，然后后来我就因缘机会就是不断的就是从电子科然后到电子就慢慢的往上念，然后二专的时候呢我就是考二专，那二专部分我就是念现在苗栗的联合大学，就是以前联合工专，好，然后联合毕业之后，我就没有再进修了，好，然后我就当完兵，因为当兵我在金门，哦，那也蛮凄惨的，那当兵就碰到一国两制，我刚刚要退伍的时候就是台海危机，哦，也蛮精彩的，这个我就下次吃饭的时候再跟大家聊聊，好，然后我毕业就是退伍之后。好，那其实我工作的经历很长，可是公司不多。好，那我是83年退伍嘛，好，没有，我是85年退伍，83年毕业，好，民国85年退伍。退伍之后呢，我就去，我还没退伍的时候，我就应征上顾伟电子，就现在做仪器的顾伟电子。好，然后
顾维电子呢，我就待了大概一年半左右。那一开始我就做研发，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开公司的我都还是以研发为主啦。嘿，然后一年半去做仪器，那时候大概就做一些 DVN 啊、电表啊，好，然后做一些那个类比的仪表。那做了一年半之后呢，我老婆就来台北。好，那时候我们要准备要结婚了，我老婆就来台北。那台北找工作，那他那时候就去，现在已经倒了，现在应该是改了，就后来大巴电子。那大巴电子，我就跟我老婆同公司，好，开始同公司。那时候大巴电子我待了三年半，好，那哦那时候我们那时候上海有厂，好，所以我在1998年我就去上海出差了，那时候还没有小三通的时候，我就是去上海，那时候也没有上海还没有地铁，只有一条新庄线，好，那待了三年半，那大巴电子，我们主要做两个产品，一个是 DECK 的无线电话手机，无线电话现在还有卖。好，高频的电话，那时候我们客户主要是 Arcatel， 好，然后 BT， 好，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比较常出差，像去法国啊、西班牙，好，那时候，那时候到2000年我离开时候就去欧洲出差，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上海有厂嘛，在新庄，好，所以那时候基本上两三个月就这样上海来回，所以你说上海外滩。好，然后上海的虹就是虹桥，那时候没有，只有虹桥机场，还没有浦东，所以基本上他开车回家，那个我放个袋东西在娘家，然后叫主任在门口拿给你吃的，是的，对，有花生跟那个炸鱿鱼，鱿鱼酥，炸鱿鱼呢，这么好哦，炸鱿鱼哦，继续讲，麻烦，就是开回娘家就好了，我还放店里，没有，我就送你回来啊。我再跑去，我不要去呀、啊！我再绕过来就好，你坐我车子很方便啊。主任，我就站在主任啊，我赶过去了啊。然后你说那个要带你的双证件和你的那个印章，就印章、双证件跟你的那个存折、银本。存折一定要有的本，不用名，不用那个、啊，就是要账汇款账户名。不能汇到我的名字，一定要有你的名字。没差，不用没差。好、啊，主任，我都会在你后头。对，哦，我已经跟主任讲好，他下一站门口等你了。好，我现在过去。对，这没差。好。啊，玉林，你女儿哦，哦，他 OK 了，他应该不知道他的那个手机开着，没错啊，没错，我也这样，他应该没有接到，他不知道，要不然把麦克风关起来，不然他都讲秘密都用听光了。好了，我继续了哈。那各位刚才舍友问我说，对，我很早期就去上海了啦，哎呀、啊，然后后来我那时候最主要，后来我们有做手机啦，那时候我们在大巴电子的最后一年，我那时候做三年半嘛，最后的一年我们都就在做现在的GSM 手机900的跟1800的，那时候我们就是帮摩托罗拉代工嘛，所以那个摩托罗拉的小海豚，好、哦、就是那个郑秀文。那个郑秀文那个什么那个广告那个海豚机就是大巴电子做的、啊、我老婆勒的，我老婆那就是勒药的，所以那个郑秀文那一只是我老婆勒药的。像你说小海豚的太年轻的可能他们听不懂，我知道还是小海豚，我知道郑秀文广告的嘛，对呀、啊、对呀、啊哦、我有买小海豚呢、欸。那那我老婆勒的黑金刚小海豚当时多红啊，小海豚是什么迪亚宾吗？哦，我那个小海豚多炫啊！不是跑马灯的，小海豚是折叠机的，折叠机啊。嗯，郑秀文那个啦，对呀、啊。所以我那时候哈、哦，我什么最多，我电话最多，然后手机样品最多。后来太无聊，我还把手机换壳，你知道吗？不同，我们那时候色素很多颜色的壳，我把那些壳装一装，因为样品太多嘛，拿去给我岳父啊。哎、不过。用不到半年就坏了啦。然后来我2000年我跟我老婆就离开大巴电子，那时候大概2000年，那年刚好我跟我老婆也结婚嘛，我们2000年结婚，那后来结婚之后就跟我的师傅了，就那时候我在大巴电子师傅，我们就转到去做网通、哦、就是我的前一家公司啊，我在这家公司基本上做了12年半，
我就没有换公司了，我就做十二年半，然后十二年半离开之后，我就自己开公司，所以我在这家在做了十二年，把我老婆做了十年，嘿，因为她后来就公司不好嘛，被借壳上市就被资遣了，而且是我资遣她的，嘿，所以啊，所以因为我是主管嘛，啊，我在这一家公司基本上十二年，最主要就是做网络电话，就是现在的 VoIP 网络电话，所以。我们那时候2000年进去之后，就做现在的网络电话，然后网络交换机，就是现在的那种捷费电话。好，那时候这个公司最风光的时候，股价200。好，那可是我们这种年，我们一定是没有分到嘛。好，一定是被高层分走了，然后不断的增资增资，搞到后面呢，不到五年，公司就被借壳上市收了。哎，就这样子。那这一。在这家待了十二年公司，我们最主要是做网通设备，所以像什么 Hub 啊、PoE Hub 啦、VoIP 啦，然后像那 VoIP Phone 啊，好、哦、这些东西，基本上我们基本上我们每个都有做。那时候我们还有卖给美国客户，所以那时候为了这个，我还去办个美签，哦，就在2015年时候，然后还去北京认证。哦，所以这十二年其实基本上，也算还蛮丰富啦。那我现在后来我会开公司，其实跟我现在这家也有关系，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做所谓的网络的资讯设备跟 VIP 设备。我想 Billy 应该也很熟，就是我们都做一些网络资通设备。好，然后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那我们在2010年。我们就被那个假山林，就在假山林的他弟弟就是国土建设把他给借壳上市了。好，所以呢基本上呢我有整整的应该是整整的三年我都在帮这个老板搞建案啊，所以我现在其实会做事情跟这个老板有关系的，就是搞他的建案啊，然后搞工地啊，搞什么的，反正我们就从一个做电子去帮他搞一些什么智能家居啦、啊、搞一些那种就是比如我连销售都要去帮他站台，好，然后因为实在是太无聊了，所以呢，我就在利用这三年半，就是在2010到2012年这两年半的时间，好，我就去大同大学把书给念了，硕士班给念了，这样子，哎呀，所以大概到2012年离开这个公司之前，大概就是这样子，好，然后呢？2012年结束之后呢，然后我想说实在是太无聊了，你知道吗？然后也不知道做什么。好，那时候我就强迫我前一家公司把我之前，因为我之前也被说实在也不少，因为十二年了，不多不少就是60万，也包括我当月的薪水就是60万。好，那这60万我拿到之后呢，我就领了半年的失业补助。好，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现在的同事啊，就是。跟我在一起的同事，好，跟我三年半的，我就想说，那我们要有什么打算？去上班呢？我有去应征过，去上班呢？你说薪水被砍半就算了，好，然后呢，人家还不要你，好，因为他觉得你太，你说太老了也不是，你说资格太多了他也会怕，好，他就跟我明讲，然后呢，你说好，那我再去找一个做研发的，那时候也42岁了。好，也40几岁，41、42了。说实在的，要找工，40岁要找工作，也不是这么容易啦。好，所以过了40岁之后要找工作，真的没那么容易。那时候我就跟我老婆说，好吧，那要不然尝试看看去卖产品。好，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我就从我前一家公司的朋友的介绍，好，那我们就去卖现在的所谓的那个影视对讲。就是现在各位在你们家里面看到那种所谓的传统对讲机，比如说鱼式啊，好，然后像这些，比如说那种楼上楼下对讲机，好，那我们那时候会，各位会觉得说，那对讲机有什么好卖的？好，应该是跟各位讲哈，就是说对讲机呢，它其实就是健康里面不可缺的产品。那如果说你说哦做智能家居。好，如果说你是做智能家居的智能设备，因为我们之前我有卖过，我其实卖了 Crystal 我有卖过，好，然后呢 Control 4 我有卖过，
可是呢，对于有钱人来讲，这个东西不叫必需品。可是呢，在一个新经案里面来讲的话，兑奖的部分他们叫必需品，因为这个是在他们的建材表里面。好、哦，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好，那我就一定要有一个产品去帮我们公司要有一个金流嘛。好，那时候呢，我就是开始跑大陆，然后透过朋友介绍呢，去厦门找了一个产品。那其实这样叠叠，那时候这个产品其实一开始网络不是很，那时候网络的产品不是很发达，那时候大陆的生产的品质也不是很好，好，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这样从2012年开始卖了大概一两年，好，其实产品的不稳定啊，好，其实我们也吃了不少，花了不少学费啦，好，那后来呢，我们卖到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刚好就去接了一个士林科技园区那个600户的案子。那600户呢，我们跟那个欧科通讯去做搭配，然后那场也是把我们搞的，因为呢，公共工程呢就是这样子，搞了一个呢，营造也长虹营造也倒了，好，然后呢，搞到后面呢，弱电也倒了，好，那个工程呢，我花了4年半，我才把设备出完，才把钱收起，所以那个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然后呢，接手的营造跟弱电呢。我们又被打了7-8折，所以基本上呢，就只能讲说，能钱能收回来，然后赚个时机。好，那时候我们就是做了600多户，那大概在3年前吧。好、哦，3年前呢，我们那时候觉得说，哦，它产品不是很稳定，然后呢，也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做一些专案，啊、哦，比如说我就是做美国的医疗的专案。好，然后那我也去，后来也去厦门开公司嘛，好，做一些医护的专案，然后我们也去做一些智能家居啊，做一些买控的专案，所以有些我们现在做的有些产品就是我们那时候专案过来的。好，然后大概做了1年多的时间，那后来呢，我们因为我有做美国的客户嘛，所以有阵子我常跑美国，然后就透过然后去美国看展，然后就碰到我现在在福州的供应商。好，然后那时候他们其实也什么产品都没有，所以我大概在3年前吧，我就是去就跟他接洽，然后去福州去跟他们讨论说，哎，他们的产品还不错，因为他毕竟是外销，好，毕竟产品是外销，大陆没有卖，好，所以其实我就跟他们稍微谈了一下我们产品，好，还有未来的方向怎么走。那我们就是从3年前开始跟他做产品的改善，去做发展。那慢慢的，后来在前年吧，在前诶、欸，应该是在对前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产品就趋于稳定。好，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开始经销，就开始做经销，然后开始做代理。那后来呢，我们就跟他们签台湾的总代理，欸，所以他现在的品牌就是我们公司在卖的。好，然后呢，也还不错啦，去年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去年大概也卖了2000多户的案子。好，那我们大部分的客，我们今年其实我们在今年的最大客户就是保家建设。刚刚我们今年有跟我们的水电跟弱电跟他签了一个案子，就是保家建设。所以我们现在去年跟今年，我们去年光保家我们就卖了大概300多户，在台北汐止那边，好，做了3个建案。那我们台中的经销呢，像长虹建设啦、九堂建设啊，好，这个我们有做。那今年呢，我们本来要接黄翔的台北的案子，那因为他们落地还没搞定，所以我们还没有签。那今年应该会比较好，就是我们台南的保家建设，它有1000多户的建案，我的水电已经跟他签约了，所以我们今年的主力就会在台南。台南房市还不错，因为台南今年光保家跟其他建设公司，它的案体量就将近快2000多户，哎呀，就2000多户的案子，所以今年我们会蛮忙。刚好我也卸任了，我们今年就是要把台南的保家，哎，把这1000多户的案量要把它推上去。而且做产品哈，其实 service 比较重要，哎呀，价格倒是还好。后来我们慢慢的，也就是把产品的规格化啦，然后优规啊，这样子，嘿，就是把保家建设打进去，所以我们预估今年到明年的案量，我们大概就会
在3000户到4000户的规模啦。好啊，不过户数越多呢，想当然尔，资金压力就越大，嘿，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老婆问我说：“你还会开公司吗？”我说：“逃税了呀，已经回不来了。”嘿，所以资金就是我们现在一个最大的金流啦，哎呀，就是我们现在一个最大的一个课题啦。所以我们然后又做工程啦，哎呀，所以就比较，而且做工程其实。就是一个不归路啦。为什么？因为我们产品除了固定的金流之外，我们必须还有其他的开销嘛。因为其实我们毕竟在成长嘛。那你说像我这次做个台博案子，好，它也不是很多啦，大概就500多万，将近600万，可是也是搞死人。那你说它的毛利其实也不高啦。哦，那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案场如果结算下来，顶多也就个40-50万。你说呢？要赚大钱也没有，可是呢，要刚好公司打平的薪水，然后付付房租，这个还 OK 啦。哦，所以其实经营的期也不是这么容易。哎呀，那也跟各位题外话，我们其实这几年也有创投，也去找了创投，然后也去找了做一些创业比赛，后来发现呢，其实那些就是怎么讲，反正就是虚晃一招。好，不过可以练练胆子，练练口才还不错。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呢，因为有开公司的去大陆有开那边厦门的办事处嘛，就是进军大陆。其实我是觉得大陆的市场还是可为啦。好，如果说今年你那边有好的伙伴啊，然后好的经销，那边有一些不错的专案，所以我们现在在大陆跟泰国，我慢慢就会朝专案来讲啊。然后也跟各位分享一下哈，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前年跟去年我们就有做一些那个 sensor 的感测器，像体温啊、血压跟血糖，因为我们那时候有打算把公司转型成一个叫做长照型的保健，结合我们的对讲。好，所以我们其实后来也有请那个宜链他们公司就是精准帮我送件嘛，送政府专案嘛，所以我们前年有做完一个 SBIR， 然后上个月呢 ，CITD 呢，他们因为我们送的是服务专案，所以 CITD 呢就被台北市政府打回来了。所以呢，我现在也是请宜链他们精准在帮我重修改，好把服务计划专案把它送进去，好看看在 CITD 政府补助的部分，看是不是可以再把它打进去。那到时候如果各位在这边有些什么样的服务计划或者是政府专案要申请。好，他们还蛮专业的，所以你可以找宜链他们来帮你做一些 service， 还不错。好，然后也跟各位分享，就是后来我在去年吧，好，因为泰国的关系啦，就是我们有跟一家那个育成中心就进军泰国，后来也有一阵子我去泰国嘛，那我就找到我们现在的泰国客户。好，那因为我最近比较忙，我就跟他讲3月份我再跟他讨论。那其实可以跟各位分享哦。现在其实比较大的主流，其实慢慢都往长照跟医疗的长照跟远距的照护为主。好，那可以跟各位分享，像最近我们本来之前有做一些血压啦、温度、人体检测啦，包括透过 App 啦、云端啦。好，而且因为前阵子没有疫情，没有这么严重。那最近呢，这些客户又回来说他们要重做案子，所以从下礼拜他们又要来找，所以其实。各位如果慢慢的往医疗上面来讲的话，好，这几年其实它是一个还不错的题材。好，那我的泰国客户呢，他们其实也是要做泰国的那个有点像是我们的远距的老人居家照护。好，然后我大概可以跟各位分享，如果大家如果有合作契机，我们可以一起去泰国，就等于说我们是要帮我们泰国客户呢去建置一个云端的系统。那这个系统呢，会包含现在的对讲，好，那包括一些around的 message， 好，还有包括居家的紧急的按钮，还有紧急的一些通话的部分。那我们的技术会从居家本身的物联网的 IoT 的模组着手，那我们会把这个数据呢，透过这物联网的 IoT， 好，透过现在的他们的5G， 那5G 我们有找大陆的模组。好，那大陆模组像现在他们5G 比较大的话就是 NB-IoT 嘛，那时候我们就选定以 NB-IoT 的模组来当主流。好，那因为他们现在5G 的 NB-IoT 的频段它有2个，
哦，其实泰国他们也开台了，所以其实这以后这个模组是主流。那我们就透过它的这个数据传输呢，因为它比较快，好、哦、hangover 也比较少，好、哦、出错率也比较少，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些模组呢，去把它把我们每个节点的资料往云端上面送。然后那天我的泰国客户就跟我说，因为他有认识泰国的微软的 CEO， 因为他政商关系还蛮好的啦，所以我们也是有打算说将来把泰国的部分呢建置在微软的云端上面，他们的耳入的系统。那耳入的系统呢，我们现在就是会利用这样的方式把透过他们 SDK 或者是建虚拟主机呢在他们云端上面，那将来呢每个节点的建置呢，我们就透过 call center 的方式，好，就把这些 alarm message 就传到我们的云端，然后再透过这个云端的数据下发到他们所谓的管理中心。好、哦，那现在我们在台湾的案子也慢慢都往这个来着手，像我们现在的对讲部分也全部都走云端。好、哦，像我们现在有在推一些老社区的专案的部分，就等于说其实家里面也不用再去买硬体设备了。好、哦，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推给客户都是所谓的 app， 好、哦，然后呢月租型的。那比如说你可能家里面的对讲机坏掉了，那我们可能就以大门口机为一个主流，那泰国他们也是，然后透过我们现在云端的 APP 的派发，好，那你就可以跟家里面做通话。那室内机的部分是因为新建案他们还是会有一些功能嘛，所以我们在泰国呢，我们就还有在台湾，我们就会在室内机上面做一些保全的设定，好，比如说 alarm message 的设定，然后烟雾烟感，然后紧急求救。好、哦，那现在我们工会上面来讲，他们慢慢也会有保全的需求，比如说可能家里面的保全点就会透过我们设备传到保全的那个 call center 的后台这样子。所以其实现在慢慢的设备都已经走向云端跟数据化的。那泰国呢，我为什么会建议说大家可以往东南亚还有马来西亚去？马来西亚可能没那么先进，因为我去过这么多次泰国了哈，他们的人文的进步呢，可能还没有发展那么快，因为泰国人比较善良。可是他们在硬体建设来讲的话，他们曼谷跟这些东西其实都已经是跳跃式的成长了。光他们现在在盖捷运的话，其实都已经比我们台北市还要长了。就是他的，然后呢，泰国的房市基本上也不算高。像我举例嘛，像那个他们泰国现在在曼谷，距离市中心大概五六个捷运站来讲，他们一个40平的房子，折合台币也大概就500-600万台币泰铢左右。所以其实现在很多人会去泰国去买房子，好，然后他们再透过当地的代租代管的方式去做买卖。所以他们最近很多人就是。很多竹科的人，他们就是透过当地的代销或当地的建设那个代销公司，好、哦，然后透过台湾这边去那边买房子，那所有权都是个人的，不是他们的，啊，所以他们可能去那边做度假啦，或者是做那边的出租啊，所以我们现在去那边租的房子都是他们可能是那边代销代管的，然后我们去跟他租，比如说日租啊，好月租啊这样子，啊，他们的旅馆。也便宜了，像我租泰国一晚，我有租过最便宜就是400块，还不错。那再贵一点的话就是800，其实我已经租到蛮好的等级的，所以那边其实消费也不算高了。好，然后那边呢，慢慢的他们也是走向云端数据的、啊，医疗数据的、啊、这样子的模式来走。所以呢，后来我们公司今年这几年的发展就慢慢走向医护型的专案啊，云端数据的专案这样子去发展、啊、那如果说各位如果将来未来有想要往泰国发展，我倒是觉得大家可以一个考虑啦。像 Clark 应该我们那时候在泰国认识的嘛，他应该会有蛮深的感受，因为泰国其实他的发展性其实还不错。那东南亚，因为我那之前我去过一次马来西亚，我觉得他们慢慢在这个上面来讲都在进步跟成长，而且他们也不是那种很高度发展性的，所以其实各位那边如果有案子或者是专案要去的话，好，我觉得倒是一个不错的进军东南亚，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啦，这样子，哎呀，好，然后
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就我的经历大概是这样子啊，所以我最主要是说，看如果说各位舍友们有在大陆啦、啊、台湾啦、啊，还是泰国要发展的话，我倒是觉得我们可以好好的聊聊，好，然后如果各位将来还有什么样的发展的话，其实在云端医疗跟数据医疗上面来讲，它的确现在案子都是慢慢的朝向这样子去做发展，哎，对啊，好，那我大概就是。讲股到这里的，嘿，啊，各位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要问的，嘿？有，请说。老板，你刚才说那个，你说代管这样子，你跟他租多少钱？我那时候上，欸，他们有个网站嘛，哈，我都在 Trip 上面。我都在 Trip 上面租的啦，哈，我都在 Trip 上面租的，像那个他们那个泰国最贵是娜娜那边，哦，就娜娜那边是最贵的，那边如果是五星级的饭店，一晚大概就是2000多块台铢，好，那我们上次去做那个新创展，好，然后在比较靠后面的话，他一晚租金大概就800块。有含早餐，还有网路，其实就很不错，这样子。台币吗？啊，泰铢。台币。泰铢差不多一样，差不多。那时候我去泰国，第一次我去泰国，我们去租那个他们那边代租的啊，我有住到一晚。我那时候我去跟他，像阿哥达他们就是做这样子的代租代管的部分，我租一晚。我那时候我有租到一晚400块的，我第一次去泰国，那后来呢，我还有租到500的，不过那个很抢手，比较少，哦，那是比较少，所以后来呢，因为我客户他住的比较远，所以我就住他附近的饭店，好，哦，有点像是三星四星级的酒店呐，啊，好，哦，啊，捷运能到的，或者是骑个摩，或者是他们有个摩托车嘛，然后我再搭车过去这样子，大概现在我去泰国住一晚。大概就800块泰铢左右这样子，不贵了，对呀，啊。那你6-700万，你说6-700万，40几平，贷款40几平，对，那租金那投报率不高啊？也还好啊，跟台湾差不多啊，差不多啊。可是它房价便宜，平数大，哎，平数高，房价低啊，对呀，啊。像那时候他们你说嘛，他一个40平左右。的小套房，哦，啊，20几平小套房也才300多万台币，哦，那时候我的那个 partner 还差点心动，想说去把它定下来了，因为那时候他们已经那个代销已经剩没几间了，然后在捷运站附近，他那时候我们有去看，他说哎，300多万可以买一个小套房啊，到时候卖掉也不亏啊，然后投报率还好啦，他们觉得投报率还好啦。主要他们房价没有很高了，泰国房价目前还没有很高，而且他们说哈，其实你要买房子呢，就不要去清迈，还是在曼谷买，只是说有远有近，以捷运站附近有远有近这样子。他当然捷运越远，他会越远嘛，他会越便宜嘛。可是他们捷运是一直往下盖，所以你大概可以买在捷运站。有到或者是要盖捷运站的附近，欸，它是一个不错的投资，这样子。欸，我想这2年来啊，全台湾大部分是把自己讲的是。谁在听谢金河？谁在听谢金河？啊，你有去过清迈吗？清迈有进去过吗？没有，没有，没有。嗯。2019还没机会啊。嗯。然后我客户是要求我，然后我现在在考虑，他是要求我说要去泰国成立分公司的，我还在挡呢。其实我有问过，其实分公司成立没有多少钱呢，大概代办费大概就7000多块泰铢啦。那边的办公室也不贵啦，我那时候我去看一个小办公室，一个月5个位置的租金，泰铢大概也就1-2千块泰铢这样子啦。好，不过泰国成立公司就比较复杂了，我们是外资嘛，对不对？我们是外资，
外资呢就只能占 49%， 你要有泰国人，当地泰国人帮你，当地泰国人占 51% 这样子，唯一就是比较你要找认识人去占，去帮你占那 51% 这样子，那基本上有人都会找人头啦。可是人头你也是要信得过啦，所以泰国成立公司比较麻烦就在这里啦。假设 我们这边台湾台资过去是 49%， 那 OK， 我们一个人的名字就是 49%， 这个 OK， 可是呢泰国的当地的一定有 51% 的投资比率，那他也不用倒资啦。制造业原生出来是棉花的，这个很贵，棉花的输出，也就是制造业是这个是吧？第三个呢，制造业底下以后呢，供应链也这个走了，走了以后呢，就连接发展，这个是台湾。我觉得还有。是有什么想要知道的吗？Kevin， 你想要去投资吗？哪边？泰国啊。泰国。哎。到处问问啊。哦。我觉得东南亚不错啦，我觉得东南亚还蛮适合你的啦。我说真的，哎呀、啊。如果有机会跨出去的话，哎呀、啊。我觉得印尼也是真的不错啦。马来，我上次去马来，我觉得。虽然马来没有那么工业，没有那么发达，可是马来新加坡近，其实马来它也是一个市场啊，只是没那么大而已啦、啊。对啊，我今天找这一存，他已经现在几乎长期进驻印尼，最近才回来而已啊。OK， 回来避难，回来避难，对，避难。因为那个吗？新冠吗？没有，雅加达淹大水。哦、也昨天才淹而已，你回来今天的，你在家家。我每次回来都淹水、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说印尼说雅加达说前天晚上突然一阵狂风暴雨，然后结果今天恢复了没？我今天没有问他们，好像还没退吧？还没退啊？对啊。那意思你跟 Kevin 是同样的吗？产业吗？不一样，我本身是做建筑设计的。哦。然后现在做建筑的。对，然后现在在印尼也是做建设为主，建设规划。OK， 那有机会帮我推推建材不错啊。没错，我刚刚听了社长的故事，我觉得很熟悉这样。哦，对啊，算产业内的东西。这样你懂了哈、哦，这样你懂了。那先入社吧。没有啊，那个没有社长跟你讲一下，先后有顺序。我想让那个比较少上，今天社有很多人上线哦，是不是建议你就让那个，比如说像 Pen 啊，跟一纯第一次上线，让他们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这样。可以啊，可以啊。Pen 的好像也跟大家社友比较少见，跟没有几个社友见过面嘛。是啊，是啊。那我们要换 Pat 的吗？当然讲那个先后有顺序啊，先 Pat 再一存再自我介绍、啊、哦，可以啊，可以啊。Pat 你方便吗？自我介绍、大家好，我67年次的，然后我是做涂装的，就是油漆的。然后油漆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它可以是一个传统产业啦，然后它也可以是一个比较走艺术，比较走一些，它也可以是文创的东西，它也可以是传统产业。因为现在其实涂装跟我们做这一块做这个工程的人啊，他其实已经细分的比较开了。有的是做装潢的，有的是做无偿的，所以他其实他已经分得很开、嗯、啊。
像现在其实这一阵子很多都会在网络上推那些一些，比如说特图，就是他比如说仿制漆像石材一样的，或者是说像是一些我们说的特图，就是除了传统涂装以外的东西。那这种东西就是它会有一些厂商就是进口料，比如说意大利涂料、法国涂料，它那个就是有一点像每个人做起来都会不一样啊，有的做起来很漂亮，有的做起来就很丑，所以有些东西它规范很广啊。我们这一行就是要做很简单，然后要做到很杂，要一直都在学，因为东西很多，因为其实做工程的都差不多。对啊，他们每一样东西一直出一直出，按就是一直学一直学啊。是这个是我有刚好有一个朋友在讲，然后又遇到直蜜，就想说去，因为其实我算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我们讲做港阿郎，然后他是一个比较封闭型的，我们的社交圈子其实就是那样子而已。然后就刚好我有一个朋友在聊，前两年就是约我说要不要去世子会看看，我本来也是说好去看看，因为就是你想要去看看不一样的社交啊，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不太爱讲话，也不太会讲话那种人，所以会很容易害羞那种的。然后就是试着去做一些社交这样子。对啊，就是我做这行大概从年轻做到现在大概20年，然后有一间小小的工程行，然后接一些小小的工作，就这样子。对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对啊，我会比较害羞，比较不好意思讲话，然后就慢慢适应，慢慢学。对啊，对，大概就这样子，不好意思。对，不会啦 ，Peter， 我说实在，我应该比你还害羞。我顺便插个话啦，队长，抱歉，我顺便插个话，因为我顺便帮 Peter 介绍一下，他讲的，而且还有一个重点他没讲，但我们很多社友可能有需要。趁着他自己本身有个烤漆房，在烤那些烤漆房。其实我们做工程的啊，其实我们很多都是属于有点像个工，可是我们那间烤漆房其实是总共是4间工程行，我们合起来去租下来的。所以我们有一个专门在做钢烤跟钢琴烤漆跟做那些比较需要做到回风烤漆的东西的厂房这样子。可是那个不是我独自的，不是我独自的，是4间工程行一起合作在用那个地方的。对对对对，这个我必须要讲清楚。对。Oh, OK OK， 我的业务范围，赶快帮你推一下。没有啦，我就是比较纯粹就想多看看，多认识一些，其实就很单纯的，就是，就人家知道我做什么就好了，对、啊，对，哦 ，OK 啦，谢谢 Pen 的。其实我说实在哈，工程其实不好做，不管你做什么，就是说，其实你说小小的一个工程行，我觉得都是不算小，你知道吗？其实。应该是说你做到，你要做到一个很精，或者是你要做一个 service， 其实做工程都不容易，因为做工程啊，每每干个实在太多了。好，就像你看我做台博，我说实在的，因为我们是帮中航公司做，然后呢，所以他们对于一些弱电啊、工程啊的部分也不是很熟悉。那因为隔行如隔山，所以人家看到你搭配的弱电包是什么。像通常我们在做公共工程或者做其他工程的时候，我们都是配合水电，都是配合弱电。那我们基本上都是走这一行出来的。可是呢，你说好做吗？其实也不好做。第一个，其实做工程就是验收嘛，
对不对？说实在就是验收，哎，啊，再来就是后面的规划，如果前面没规划好，或者是前面后面没怎么样，好，然后还有在第三个就是台湾的公共工程，其实没有那么的优质啦，我应该这么讲，好，为什么？其实我想做工程应该就是会碰到一个很大问题，哎，每个人都跟你说啊，我没预算，对不对？我跟你讲，对每个人来讲，第一句话就是，啊，我这个没预算，啊，在我没赚钱，没错吧？我跟你讲，所有的东西有赚钱就是要没赚钱啊，然后每个业主就跟你讲说，啊，我亏钱啊，啊，当然嘛，不管你亏多亏少，或者是你要亏，可是基本上呢，就叫没预算。然后呢，在政府单位来讲，它也叫没预算，因为都低价抢标嘛，哦，除非你是资格标。要不然这种标案基本上就是最低价者得标嘛，啊，再来就是规格不明确嘛，啊，因为现在台湾的公共工程规格都不是很明确啊，所以都是这样子啊，然后搞到后面呢，好的工程呢就是好，啊，烂的工程就是人仰马翻，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不管你做哪一行都这样子啦。工程，台湾的工程不好做，不好做，对啊，对，而且真的是每个人都会说我们预算没有那么高，对啊，不管做大案，啊，做小案都会讲同样的话，是啊，所以哈，我那天跟我同事说，我这个工程结掉之后，我应该是我们公司自己接工程的最后一个了，我们基本上不再去接工程了，我们基本上应该全力往专案啊。啊，配合弱电啊，配合我的经销，欸，去把东西做好就好了。欸，其实我后来发现，其实一个公司啦，一个做工程啦，是因为必须要生活啦。我说的是因为他必须要有 income 嘛，啊，因为你还要吃饭嘛，对不对？可是呢，当你在做的时候呢，我后来发现我忽略了很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啦。就像这次他把我拖到了，所以变成了我泰国的专案的研发。我也停了，好，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今年基本上有些新建案上面需要的一些研发的项目，像我们的云端，好，我们的耳浪，好，我们的一些东西都还没有研发。那变成说，其实你说它整体来讲，做工程没有比较赚，我觉得你还是把产品做好，长长久久比较恰当。哎，这是我这次的心得。所以这次工程做完之后，大概是我们公司可能这一两年不会再去接公共工程的那个了，啊，就专心的把业务推回到研发跟专案上面了，啊，不过Pen的欢迎啦，我觉得是说，哦，你既然有烤漆厂，对不对？你既然有一些涂装的话，我倒是觉得在福人来讲，哦，到后面也不是说因为生意上面的介绍啦，就等于说其实你会在慢慢的一些新的案子，或者是人家有一些新你会认识一些或者是团队，我觉得团队很重要啦，也许你会在福人上面找到你可以搭配的工程团队，我是这样子，那这个工程团队当然我没办法跟你说是谁或者是怎么样，那比较大的分布哈，其实我有蛮多狮子会的朋友啦，哦，其实我有蛮多的，是狮子会我没有我对他们不是很了解，可是呢我的狮子会朋友呢大部分他们都是建设公司老板跟营造老板比较多，对，我很多厂商都是狮子会的。因为是建设公司老板，大部分都是狮子会的。然后呢，狮子会呢，你要会一项技能，就是打高尔夫球。啊，对对对对对，这是他们的。因为有在打工程都有高尔夫球。对对对，他们的习惯。对，你要进狮子会，你要进他们团体，你要会两样东西，就是要会喝酒，对，要会喝酒，然后呢要会收修，然后要会捐钱，然后又会打高尔夫球。这是我这些弱电朋友们，因为他们都有狮子会，那福人社呢，就你就进来看看就知道了，这到时候你就自己体会了啦，啊，大部分呢，我是觉得说，
不管做什么呢，我们还是以服务为主啦，福伦社还是以服务为主啦。那你说人脉的话是靠自己经营的，好，也不能说因为你参加的任何一个社团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生意。我倒是觉得生意是比较长长久久啦。嗯，对呀、啊、对呀、啊、其实反正是多看看，因为反正我觉得其实我们做工程的，其实你说靠人脉接案的有，然后靠，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是做那种很传统型的那种工程行，嗯嗯，就是去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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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嗯，然后其实我们会比较，其实我们做传统的就会比较少认识的去做，是啊，没错啊，所以其实后来我会做到这些建案，其实都不是因为我认识他们。大部分会跟你做建案，就是因为你还是有时机啦。对对，其实最主要你要有时机案例的。像后来因为我们有做到保家，我们有可能要做长虹，哦，那慢慢的建设公司会听嘛。那当你量铺大的时候，基本上我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业务了，我也不太找业务去跑了。基本上我们现在都比较经营在产品跟我们工会的设备，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工会嘛，我另外一个参加一个工会嘛。就我们落电的电信工会嘛，那工会这工会经营上来讲，基本上就是做服务啦。那基本我也是帮他们做服务嘛，我是在那边做副主委嘛。那基本上吃饭就会认识嘛。那人那你有实际案例，你有产品，人家就会来找你啦。那建设公司基本上我们也不太去直接推，基本上就是他们水电啊、弱电啊，或者是朋友就会转介给你这样子啊。所以后来我们其实很少在推业务了，没有在跑业务，就是这样。其实做工程的比较奇怪，就是他有接案，有像业务，又有一点不像业务。可是对，他又其实不会很需要去开发客户的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是啊，他就是用时间去做的那种工作。是啊，所以我公司其实没有业务啊，业务就是我这边，然后。去跟他介绍啊，然后其实我们就只要把实际给他，然后他做了一个案子能验收，基本上你只要做了案子能验收，这客户基本上以后就是你的了，对啊，就不会跑了。做接工程的几乎都是就是那种好俊干共金那种的，对啊，没错了，其实都是这样子。其实做工程主要就是要能验收了，其实就是一个字，要能快速验收拿到钱。就这样子而已，对对对对，没有其他的方法。对啊，工程不好做，越来越难做。没错，好了，加油了，对啊，谢谢。那我们就找时间要去拜访你喽，你要准备入社喽，对啊。OK， 好，欢迎喽。那 Kevin， 那就是接下来是我们易存吗？10:20的话，10:20的哦，那就简短一点，我先。好啊，我好啊。跟那个大家介绍一下哈，好，那个易存的外教是应该是叫Johan 是不是？你现在印尼名字是叫 Johan？ 没有啊，就易存就好了。对，那因为的话，在福人习惯用一个那个英文名字，所以你是要用Ethan，你用Ethan是 OK 了，那我们就欢迎Ethan了。OK， 对。因为医生来讲的话，他跟我认识应该是这样讲，台湾以前有在印尼有一间最大的纸厂哦，应该世界应该是排第二大要第一大，叫金光纸厂哦。那以前的话，台籍干部里面有两个前大的台籍干部，其中一个就是易存他爸。那当时我在印尼做职业的时候，他父亲很照顾我，我们长期就认识。好像大哥一样，然后慢慢的，现在易存，应该是说易存他父亲现在已经在印尼，等于说又回，他本来就是印尼的华人啦，那有入籍台湾，那现在的话直接就在印尼那边去做发展啊。那刚刚有听易存讲说，在那个建筑业这一块的话，现在有一些涉略工程部分。好，那易存的话，我就这样单纯先简短介绍你自己，
你自己跟大家介绍一下吧。OK， 我本来 Ethan， 嗨 ，Hello， 嗨嗨，也听到吗？听到吗？有，听到 ，OK， 听到。我本来是在台湾念书，然后大学毕业，然后有念研究所，然后也有服完兵役，然后在台湾建筑师事务所工作了差不多七八年吧。然后因为我父亲的关系，所以后来前两年我就去印尼帮他协助他打理开发跟设计规划的部分，大概是这样。然后我父亲目前在主业都是在印尼做发展，然后做土地买卖为主这样。我这边再打岔一下，奕纯，我这边这个部分不是给你自我介绍的，就是说，我们这个社有一个特色哈，那基本上的话，我们现在很多都是在国外的社友，包含有那个，今天刚好都没上线，有阿根廷的，有乌拉圭的，哦，那早就上线了。之后可能会有导渡阿根廷的齁，那之后可能也会有巴西的会入社齁，那我是希望如果你可以加入这个社的话，那你就代表未来代表在印尼，你看多好，因为你现在几乎长时间在印尼了嘛齁，所以对，我们召集全世界各地的社友齁，我们叫号称我们一个保姆叫做我们叫号称日不落社啊，所以就在这个时间把你引进我们社里面啊，跟大家打个招呼。了解了解。好，那医生还有没有要跟大家讲的？来，交给你。啊，我今年今年算36岁，37啊，快满37岁啊，我72年生的，对。然后目前是台湾。印尼两边跑，但印尼的时间比较长一点。然后因为 Kevin 的关系，所以我就有这个荣幸进来了解一下福伦社是大概什么样性质的社团。然后今天也大概理解说，我们现任社长这方面的产业也算，之前也算蛮好奇，然后今天也大概听一听，也大概获益良多这样。好，不要这样说，嘿 ，OK。对对对对，因为这部分我之前，好像早期是算北部的建设公司有在导入这部分的设备，南部比较晚，对啊，然后所以我们接触的讯息都相对晚一点点，嗯，然后刚刚听社长这样介绍以后，我大概理解说这种智能家居的脉络的发展是怎样，对吧？然后本身因为我以前是比较偏设计类的，就是我主要是做建筑设计，所以我们对于中后期那种设备类的导入啊，我们比较没有接触到，一般都是业主有要求或者是建设公司那边有自己去洽谈为主啊。对，然后这部分的话，我觉得如果未来有入社，应该可以获得蛮多这方面的知识吧，对设计方面、工作方面应该也算注意蛮大的，因为毕竟刚刚社长也讲过了，很多工程真的是，其实在设计端就应该要做好规划，如果没做好规划，其实中后期不管是营造也好，或者是落电进场啊那些，你没有先把一些管线啊或者线路先预留好。其实后面的人会不好施工，不好施作这样，然后相对的延宕工期，各方面影响都蛮大的，对我们这些可能比较小型的包商。然后我们以前主要也都是配合，好像也是大部分也都配合水电，比较没有接触到落电的东西。对。然后大概， okay. 对，大概就是这样。对。OK， 那个水电跟落电，那个医生，嗨。
对，那个社长抱歉，因为他有一个地方他忘了介绍。医生，你之前的那待的那个营业所，最主要是接 Uniqlo 是不是？哦，刚进来的规划设计师都是你们弄的嘛，是不是？哦，之前的事务所主要是做日商为主的啦，然后 Uniqlo， 然后还有一些科，像南科、竹科，竹科没有，南科跟中科啊。最北好像到中科一些日商的厂房，对，厂房、，OK， 对对对对对，主要是日商厂房为主，哎 ，OK， 嗯 ，OK， 好，那也欢迎印尼啊，我们尽早来做服务啊，一起服务啊，对啊，印尼的房地产发展跟泰国可能相对。还没有那么蓬勃啊，毕竟因为印尼我们现在主要开发的区域都是比较乡下一点，对吧、啊？因为大都市像雅加达或者泗水这种大都市，现在房价真地价真的太高了，我们口袋没那么深，玩不没办法玩。了解，对。不过印尼还在排华吗？排华是一种，我觉得排华是假议题啊，对吧、啊？就只是华人就是政治立下的一个工具而已，对吧、啊、？OK， 了解。对对对，它跟马来西亚不一样，马来西亚90%都是华人在掌控的。Yeah. 印尼的经济严格上来讲也是华人掌控为主，然后它跟马 okay,、它跟马来西亚差别最大的是印尼的穆斯林，就是印尼的回教是比较自由的。OK， 然后、对马来西亚的回教是相对保守。嗯，没错。对对对，然后像。如果社长或者其他社员有机会到印尼啊，到大城市去啊，你会发现说，其实以雅加达来讲，像 Kevin 之前常去雅加达，其实就是大都会的那种形态，对，所以他们也没有说像大家那种比较刻板印象说走在路上都是包头巾的女生，没有穿热裤啊、短袖啊或者低胸的那种比较。就那种辣妹的当地女生也还蛮多的，就是没有那么保守，对。但是如果在吉隆坡的话，可能就包头巾的会看到比较多。嗯，没错。对对对，大概差别是这样。然后，而且印尼人的民族性，其实我个人认为是他们对外来的文化跟科技各方面，他们接受度会相对高一点。嗯，对。OK。Yeah。好，就那个，那就谢谢奕纯了。那就欢迎你下次再来。你什么时候回马来？回印尼啊？我可能下个月初吧，对啊。本来是预计这个礼拜，但是这个礼拜有点赶，对啊。OK， 了解。那下次就下次就约你在印尼上线哦。OK OK， 有机会。好 ，OK。好，谢谢。这个我会盯着，这个我会盯着。OK OK， 那我会盯着一个。我们有个问题啊，如果我们要去拜访你，是不是要我跟 Kevin 跑去印尼入社拜访？我也可以挑在台湾回台湾的时候，对吧 ？OK 了，好了解。我看到时候再看看是在哪里。OK， 好，没问题。好 okay, 谢谢啦。不会不会。不会如果硬要我安排，我是可以安排一趟到印尼的，看有没有人要跟而已的、我跟你啊，反正吃住都你包了没？我出机票。好，没问题，没问题、印尼好解决啦 OK 了。哦 ，Kevin 很厉害，他还有办法从雅加达坐火车坐到50公里左右的小镇。嗯，对吧、啊？他很熟，他很熟。举手发言，举手发言。阿根廷的可不可以跟啊？阿根廷的可不可以跟？我也要跟去印尼。吃住都全包啊，机票有没有全包？吃住包，机票自己来啊！你那么远，你开船来好了。我开船过去，等我船开到那边45天以后了啊，我坐飞机直接到印尼会合好了。你要去印尼之前就通知我。印尼会合。我们印尼见。那个 Kevin 啊，这样子的哈，我们筹划一下，叫做两团啦，一个叫做 Ali 的，对 ，Ali 的柬埔寨团啦，柬埔寨团对，还有一个印尼团啦，哎，那你这届哈准备，你这届准备要好好来筹划一下，我这届是来不及的啦，哦，你这届应该要筹划一下。
我这一届应该是疫情过了啦，哦，但愿过了。哎呀，我们这一届到六月之前，哎，没什么地方能去啊。哎呀，到六月之前都是线上会议就对了。Okay, 等一下，那个 Robert， 我提醒你一下，10:30你要先敲钟，那个再看后续再聊。可以啊，可以啊，我们把它跑完了。哎呀，先报下一个吧。哎，下一个 ，OK。好，那个出席报告好了，那我爸好了啦哈。上周2月12日的出席报告，设有22位，出席15位，补出席7位。好，那我们请 Morris 帮我们报一下今晚设有的 IOU。哎 ，Morris 喇叭没亮哦。OK， 好，那没关系。那喇叭没的。好，那没关系，我爸好了。麦克风啊，我们今晚 IOU 一共是多少？Run。今晚一共1000，我在那个小群里面都赖出来了。OK， 好，好，那我们今晚的 IOU 1000，好，谢谢，谢谢。今晚的 IOU 有加上我刚刚有加了100，有加进去吗？有。OK， 好，谢谢。好，那我们，好，那我们就宣布闭会了。好，那集合网络福人社。台北街网络福人社第206次例会结束。好，谢谢大家今天听我这么讲这么多讲，谢谢，哎，谢谢分享。我有几个事跟你们讲一下哦，那个，请说，那个好像要敲说下次的那个社庆的时间呢，要不要取消？第一个是不是今年的啦，是明年度的，它还有手敲的时间。OK。哦，那手敲的时间，它是希望说，因为我们礼拜三跟木星都是在那个嘛，都是在礼拜三嘛。还有那个也在礼拜三啊，双溪也是啊。对。那因为这次又希望各社的社友能互访，那个社长呢都能到啊，互相到个别的场子，啊。他是希望说，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可以移动？我这边的话是有先讲说，如果我们社的话是，我要问一下，看大家的意见怎么样了，啊。这个先给大家知道一下，因为你的意思是说联合例会吗？还是手敲的时间不要在礼拜，不要在礼拜三。那因为我们去年度也是没有在礼拜三嘛。没有，就是对。那我是说，这个应该是，对，应该是没问题。只是说回来经过大家讨论之后，确定再跟大家讲这两件事情。OK 啊。不过我想对啊，就等说想说因哎，不过手敲日期是你要定哦，7月的第一个礼拜的，你要对，就是你要先定出来给大家表决哦。对啊。你要跟他们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协调，对啊，对，所以就是我就先给你们知道嘛，那我就会先把时间定出来，那大家那会理事会通过之后，我就报上去嘛。OK， 好啊，好啊，对，哦，因为他有说要这样的调整，我是说那我因为我们去年有这样做，应该是没问题啊，我会聊回来跟大家先确认一下这样。OK， 对，然后第二件事情哦。那个 AG 在问我说，我们5月的社庆有没有要需要延期还是停办？我们今年的社庆有在问了，对，有在问了，有在问了，是不是？哎，对，那个木星是延期啦，哎，他们3月份的例会全没有了，全部取消了，木星的，包括社庆。我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哈。我们记得是网路社哈，我们记得是网路社，反正场地费是已经缴了嘛，哦，那场地费能不能退，真的是到现在我看也不好拿捏了，哦，目前很多政策不是很明朗，
嗯、我的想法是说，啊，倒还不如趁这个时候，如果真的大家不能来的话，我们干脆就整个是看怎么用视讯来办起来。因为那个谁啊，那个除非是那个谁回来的时间会变啊。善宇啊，除非善宇回来的时间会受到波及啊。嗯。哦，这一点是我考有考量的事情。所以我回报给他是我们目前五月份没有决定，也没有说决定要停办。我现在的想，我先回复给他们是这样子，五月我们没有决定。可是我觉得五月份对啊，要看四月份的疫情了、啊。对啊，在我跟你讲，你不用担心这一个，因为我想他们，因为他们到现在连 patch 的时间哈、哦、讲出来，可是大家都还在抓在这边抖动当中啊，到底会不会真的要弄？ Okay. 嗯。而且这个疫情，我看韩国又爆的话，我看不会那么快的，至少是六月之后了。没错啊，我也这样觉得啊，对啊，至少是六月之后了。嗯，因为你中国大陆也不敢再开啊。是啊，对不对？他好了之后，他控制下来的，那你现在变韩国，那他怎么敢开？韩国、日本，那个都又再倒进去呢？所以我想，可能疫情没那么快了。所以我那时候也是评估说，六月以后。才会慢慢的正常，可是呢，他现在很怕什么？他们开始复工，如果又失控会更惨。大陆开始在复工了，你知道吗？对啊，等下一旦复工哈，然后人一旦开放哈，就是你可以出国了。我跟你讲，如果哪个东西一炸锅，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现在是把嘴堵住，对。现在如果复工，我目前了解的话，到港率都还不到20了，倒还好。那他们说有在做的，大部分都是就根本就是今年过年留守这些班啊。对啊，没错啊，没有回去的这些继续做，你搞不懂。是啊，所以对要接手的没进来了。对啊，所以我说我那天就问他们呢、啊，我说、啊、你们现在产线完全停滞，你知道他现在本来。产线只有一条线开，就叫做留守人员轮班，当地人轮班，所以呢啊，外地人已经回不来了，哦，所以现在产线完全是停滞。那你看哦，所以他们预估，真的你要好，假设疫情真的控制住了，好，夏天也真的疫情减缓了，你真的要排生产线，也到六月以后才叫正常，因为现在抢单嘛，好，没有我看到时候提出来看是什么时间点，最后 button line 我们来看什么时间决定到底要不要，然后是不是要那个谁啊，那个 Brian 先去了解一下，说如果没有办的时候，退费的原则是怎么做？用钱退了嘛，钱汇了嘛？对啊，我们是付三成的定金啊，我去问一下。对你先问一下，因为这是疫情的嘛，看看有什么状况。对。好 ，OK 啊，那大概就是我大概就是这样子啊，等下我们再到时候再决定啊，等下。那个 Doctor， 对，嘿嘿，怎样？哎、欸，你也要大约抓一下，就是后年的设庆的时间哦。后年设庆，因为到时候我们后年设庆，对，因为会被你主办啊，时间要丢出去的啊，因为几社他们都丢了啊，所以现在变我们时间要丢出去啊。对啊。可是、欸、明年啊，讲错了，明年设庆啊。哦，明年啊。已经过年，对了，讲错了，不是这一次设庆的，是下一次的。我知道了，明年的。对对对，明年的了。因为你过了七月，你就是 P1 了。我想，所以就明年大概也要再抓一次。也应该也是五六月的时候吧，这样子。对啊，对啊，欸，大概就是依这个时间点去做过，因为明年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再到明年就完蛋了。不过会这么早就做决定吗？这个会，因为他们要排，对，我真的时候，哦、其他那三社的时间都出来了吗？还是？对，都出来了，都出来了，那我再看，稍微看一下，我再
对，反正我们就不要跟木星对到，哎、欸，我们应该是跟木星会同天嘛，如果礼拜三、是不是？基本上分区内的，我们就尽量不跟他们撞齐了。对对对对，反正就是，我就确定他的时间，他们三色的时间，我在想。那个 Doctor， 我跟你报告一下，我刚刚看了一下，是5月8号，哎六，我们基本上都是周六。啊，都礼拜六是不是？对对对对，你看一下，嗯。好啊好啊，你有赖在那个哪群组是不是？没有，我赖给你私赖。哦，好好 ，OK。五月八号是星期六哈，明年的，2021年 ，OK。好。那个是木星，那其他三色 ，iPhone， 其他几色是什么时候？那个 Ryan， 你就把那三色其他几色是什么时候？你把那三个社团的社庆，其实没有关系，因为在分区社密会的那个会议记录里面通通有啊。哦，是啊。对，你在那个你的群组里面打开来就有了。好，那我再看一下。他们都定了， okay. 只有我们没有定。对。好。好。OK。OK。好好。那我看完了，我再回大家。那 iPhone 都进是不是进的 Jim 的手机啊？是啊 ，Hello， 大家好。Hello 啊，你没有介绍一下你那个你要开个人的那个？我赶快帮你 promo 一下。小女子要开个人的那个。才女，才女，才女，才女。你现在是几号啊？你是几号要那个？你是几号要办？跟大家报告一下哈，我是四月八号到四月二十六号，在三峡历史文物馆，有一个我们的这个常青班的画画绘画美展，欢迎大家莅临指教。是合办的就对了。对对对，就是我们这一班常青班哦，要特别 mark 一下、常青班。对对对，你有需要到常青班吗？你可以开个人画展的，怎么会有常青班？我是里面最小的，最占便宜。大家都卧虎藏龙，大家都那种，都是那种多才多艺。要先讲啊，那打卡要。打卡有什么奖？就是送一个飞吻。合照打卡，只有我们集合有这样的福利哦，送飞吻这样子。对啊，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再捐画出来给我们福人社这边义卖。OK 啊，对啊。等我成名之后哈，这个画就价值连城了。现在就可以先收藏了。所以这个打卡很重要，陈明不要乱打卡，对，我都会看哦。我看谁有打卡，谁没打卡哈，就知道了哈。OK， 而且你到时候记得画要拍卖要挑一个好看可以增值的。没问题，没问题。谢谢。你要记得签名。哦，对。啊，这样子的，俊，我有个想法了哈。你干脆出一本画册啦，你帮你就是你们就出个画册，你签名，你签名比较有价值。是哈、哦，好啊，改天办个签书会这样子、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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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的。还有欢迎那个我们的新舍友、哦、那个 Paint 跟那个 Eason， 对不对？对。嗯，是欢迎两位。对 Eason 准舍友，准舍友，准舍友。是啊，以后有合作的机会，因为我也是做室内设计、工程类的，那未来都有合作的机会。谢谢。
你应该是说你准备要去印尼跟柬埔寨买房子的啦，设计房子边买房子了、啊，你买了、啊？两户了，我已经买两户了。天哪，柬埔寨你 A 里去买两户了？对啊，哎，你买一整层呢、欸，八户还几户？那、啊、太好了，我们去有地方住了。对对对，没问题，欢迎来我们家。在金边 是在金边已经买了吗？金边，对对对。哦，美金交易吧？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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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边全部美金呢。对啊，对。我们这一群老男人真的要去靠你们在那边吃穿了。住你们那边？没有，我觉得我建议大家都买一户，然后以后我们就在那边开会。大家以后住在那边老人公寓这样子。是是是，可以啊。那我要先把我手上有一部是进化的那个原子笔画、素描画，我看只有我有。哎、欸，谁不知道谁上船高看？